里的面积只有 1.47 平方公里，但由于接近台湾海峡的中线，所以对面有全国第一座海鸟生态保护区猫屿，所以成了鸟类过境时的一个重要的休息站。目前已发现215种鸟类出现在花屿岛上。在自然课上，我们学过动植物的二分法，所以我们依它们的身体形态与生活环境分为六类。第一类为陆禽类，生活在陆地上的鸟类，身体构造适合在陆地上行走。花屿最常见的就是已经被鸠为主的鸠鸽科鸟类。第二类为猛禽类，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老鹰，它们会抓小型鸟类或动物。它们有波状的喙、犀利的眼睛、长长的爪子。请跟我来。第三类是攀禽类，由于它们的脚趾具有旋转的功能，所以很适合在树上攀爬。花屿这种鸟不多，最常见的就是头戴羽冠的美丽鸟儿戴胜。第四类是游禽类，它们通常都生活在海上或水下，脚有蹼，可以潜水或潜到水中抓鱼。澎湖最主要的就是各种面鸥了。第五类是涉禽类，它们的身体构造有脚长、腿长、脖子长，脚长可以涉水，嘴长、脖子长可以在水中觅食。戴胜就是因为那个看到英文名字就是发出了声音，及鹬蚌胸针中的主角鹬科及鹬科鸟类。请跟我来。